大家好，这里是又月又惊恐，这期带来右手大拇指的五条悟老师，几乎就是纯线条加一点点灵魂。如果感兴趣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打底白色，然后开始漫长的手绘线条。我没有学过画画，所以就是画到哪里算哪里。接下来会七倍速播放，实际上这个指甲画了挺久。大家听着五条老师的主题曲继续看下去吧。写上名字，线条部分终于要画完了。注入灵魂。五条老师的白色睫毛也很重要，很瞳孔。这里其实是我用咖色彩绘胶混合透明胶上了阴影，但有点画蛇添足，纯线条好看。最后涂刷封层，右手大拇指就完成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、评论、点赞我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五条悟生日快乐。